各位早晨，欢迎收看这一节天气报告，我是李凤莹。今天是2019年的第一日，首先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讲回天气，寒冷天气警告仍然是生效。今天无论大家在室内还是室外，都要继续注意保暖。至于今早天气有几度，一起看看今早7点零钟的时候各区的气温分布。7点零钟的时候，各区的气温普遍就是介乎在9度至12度之间。天色方面，今早在维港望出去见得到天上面都比较多云。在大范围的卫星图像都见得到，一些云带正是覆盖在香港附近的地方。不过云层整体上不算太厚，希望日间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在云层之间的拉距就是见得到阳光的。今日的详细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，天气寒冷，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，最高气温会上到大概16度，今晚还会是有一两阵雨。风势方面是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，高地间中还会吹强风。至于展望方面，我们预计接下来一两日的天气仍然会是持续寒冷和有几阵雨的。去到这个礼拜的后期，随着冬季季候风就是逐渐缓和，到时我们的气温也会是逐步回升。这一节的天气就讲到这里了，再见。